天的白纸上画上美丽风景，用一千个方法不让自己哭泣。如果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药剂，我已经很会安慰自己。要快乐的办法，最好是忘记你。傻瓜都知道，忘记你不能轻而易举。如果距离是有效的疗伤药剂，我已经好久没联系你。几乎要忘记你，忽然又想起你，所有坚强的努力一下子都前功尽弃。在几乎忘记你的时候，忽然又想起你，难道爱错一个人注定要承受一生思念的心？几乎要忘记你，忽然又想起你，所有坚强的努力一下子都前功尽弃。已经好久没联系。